哎，不好意思，然后就带你们看看这个屋子的这些屋子的 house tour 啦，嗯，带你们去 house tour 一下。那么这里的环境是蛮不错，其实这里过去呢，这条路直直过去是有 shop lot 的，意思说它是有 7-Eleven， 有 99mart， 然后还有妈妈档，还有一些 grocery 的，所以蛮方便的。这里走过去那个沟渠，那个大沟渠其实有一个桥啦，可以过去。然后这里是这样子的路，这个家是68×60，它这个 carport 呢已经是说做得很好了。我是觉得，因为它有不单只有 awning 有 auto gate， 然后它中间的那个垫就是好像隔壁这样子 basic house 的那个垫已经拿掉了。那么你 parking 是很方便的，而且它的路 frontage 不是高的，就是说你平这样子上，哦，这样子。嗯，这里呢的方向是向哪里啊？等下再告诉你，我 check 一下看。基本上你的 car porch 是可以 park 到2辆车的。嗯，18×60呢，你说 park 2辆车，一辆你可以 park 直啦，另外一辆你也 park 斜一点。哦，那么这个家它已经有 auto gate。然后它还有 awning 已经做好了，不用淋雨咯。哦，门呢？你要这里进也可以，这里进也可以。嗯，这里比较大，就这里进吧。这里是它的客厅。然后饭厅有厕所，这里是已经 fully extended 了的。那么本来呢，它是到这里罢了，这条线。这里是 whole extend fully extended， 有些厨房柜，我可以说它的 tabletop 是很 quality 的啦。那么那个 cabinet 呢，基本上你要把它换掉就没了。这里是洗衣间 laundry area， 如果是说你要晒衣服，是建议你这边放那个铁架，然后晒好衣服，洗好衣服你就这里挂，这里开个窗就很通风了。OK。就再看一下楼下有个房间 ，No boy OK， 嗯 ，No boy OK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女孩子可以进啊，男孩子不可以哈。一大早我的头脑比较慢一点，这个是房间楼下的。你说这里做睡房呢？那个床你可以放得下的是 super single bed， 我可以这么说，放 super single bed， 然后放个衣橱在这里。过后如果你要有书桌的话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嗯，上哦。这里呢，楼梯底下还有做个小小的 store room。上楼看一下，楼上有3间房。那么它这楼梯呢，它就保留着原装的 parquet， 但是来到这里这个楼层，它已经把它的 tiles 换了，白白净净的。这里有个小地方，就你说小厅呢，它也算不算是小厅啊？你可以放一个橱柜在这里，装饰的橱柜还是什么的。从楼梯上来呢，这个是主人房。基本上这里你放那个床啊 ，queen size bed， 然后那边你可以做 bench， 或者是说你要做书桌也可以。然后这里就是化妆间，你可以做那个衣橱跟化妆间在这里啊，就是 dressing table 在这一 side 的。So 啊，我人在现场的哦。这里这间房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会要涂紫色对吗？你有这个问题对吗？就之前是给租户租下来。这个房间呢也是可以放得下 queen size bed， 然后它是有 bathroom share with 这一间房间，这间房间基本上它是小一点的啊，就没有这间这么大。这一个你是说放一个 single bed 的床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wardrobe 就好了。那么这里呢，我有2间，就是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一间，还有就是对面。如果有兴趣要看的朋友们，我可以试过带你们看这2间。那么这两。
两间是十八乘以十。如果你们要大节点，比如说二十七十或者二十二七十五，这里啊、我这里也是有那个会员啊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整个屋子的构造：客厅、饭厅、楼下一间厕所、厨房、洗衣间、饭厅，然后楼下有一间房间。再来，就我们上楼，楼上就是 master room， attach 一个 bathroom。小厅是放橱柜啦，这是二房，还有三房，两间房间 share 一个厕所。